由任嘉伦、迪丽热巴主演的与君初相识，正在火热更新中。顺德是天君唯一的姐姐，又是仙师最宠爱的弟子，就连上仙姬陈宇都要对这位师妹言听计从，所有人都要对她俯首称臣。云禾本也不想招惹这妖女，偏偏顺德看上了长义，硬要夺走长义的自由，让长义跟着自己去仙师府，去了仙师府不死也要被扒层皮。云禾牺牲自己放走了长义，顺德囚禁云禾，把他当成泄愤的工具，变着法子折磨他，让他生不如死。长义远走北境强大起来，只有自己变强才能保护想要守护的人，而云禾也没有自暴自弃，被囚禁的同时依然在修炼。长义攻入仙师府的时候，云禾拖出牢狱跟顺德大战，打败顺德在他脸上划了一道，长义又给顺德放了一把火，顺德失去他最真实的容颜，毁容的顺德只能每日戴着面具示人，他也尝到生不如死的滋味。过去那个走到哪里都讥笑别人的顺德，如今成了全天下的笑话，心里除了恨就是怨，早就不记得如何笑了。黑化的顺德还会作妖不断，云禾和长义的相守之路还很曲折，期待后续精彩剧情。